我拍，台湾人超爱拍照，有八成的人吃饭前总是要先拍美食再说，只是食物瞧了再瞧，拍完早就凉掉。要想省时间，先有专门的美食相机软体可以帮你一秒搞定，功能是比较简化，就是让拍照变得比较轻松，那你可以快速的选择滤镜啊，然后要拍摄的模式跟比例。像是同时软体推出的美食相机 APP 就有24种滤镜，只要选择适合的模式，就可以拍出面条的 Q 弹感、面包的酥脆感以及蛋糕的梦幻感等，让食物拍起来怎么看怎么美味。虽然较容易上手，但专家认为滤镜效果还是社群软体的色泽比较鲜明漂亮。但是滤镜效果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出名，但是它就比较是艺术性，所以它滤镜效果的风格比较强烈，而且比较多样化。但是不一定每个都适合食物，例如黑白。不想下载软体，也可以自己用手机来营造美食氛围。只要找有自然光、靠近窗户的地方拍食物，营造明亮温暖的效果，以及把握食物上桌光泽最能维持的10分钟内拍摄的黄金时间，以及布置好桌面让食物更突出等原则，也能成功打造美食氛围。记者郑中张台北报道。